破干细胞的发现。那干细胞的发现，干细胞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干细胞就是从爸爸的精子跟妈妈的卵子结合形成第一个干细胞。那这个干细胞呢，会不断的复制分裂，而形成我们所谓的囊胚。那这个囊胚里面一颗一颗的很像桑葚，所以我们俗称它为桑葚胚。那这个囊胚呢，其实它就是经过十个月不断的复制分裂而形成300多种的工作干细胞，举办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毛发、肌肤，就是你的从头到脚都是经由干细胞不断的复制分裂而来的，甚至在十个月后形成。在座各位，你们认同吗？很棒。好，那其实呢，干细胞你会发现到啊，就是它是所有生物器官的原始形态，只要是精子跟卵子结合而形成的，它都是它都是干细胞而不断复制分裂形成的。那它的治疗范围广大是无可限量。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的原始形态受伤了，你是需要补充它的原始形态，对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它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本领。是什么样的神奇本领？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些报章杂志，你会发现呢，会有一些中风心血管疾病，以及它还有退化性关节，你们有没有常听到这些问题？那甚至上面还有写到哦，100岁有50岁的身体，你们要吗？那以上这些报道是随便乱报道的吗？不是嘛，对不对？那其实你会发现，以上这些新闻、报章、杂志都在报道的有关于干细胞的研究，代表它是趋势，你们认同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它是无法阻止的医学科技的大趋势，它即将改变整个现今的医学容貌。那什么是现今的医学容貌？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说呢，你可能全身上下都痛，但是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非常准确哪里痛，医生可能才有办法帮你去治疗。那其实呢，现在啊，讲这么多，现在市场上到底如何去取得？其实不外乎就是现今市场上可以摄取并采用干细胞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到瑞士注射胎盘素，那这个东西是需要飞到国外去的，非常花时间，甚至它需要花费一笔上百万的费用，所以它非常昂贵又很浪费的是很浪费时间。再来第二个，干细胞移植手术就是最年上人所推崇的骨髓移植。那骨髓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造血干细胞，而这个治疗的模式呢，它其实非常的疼痛，因为它冬天的过程不能施打任何的麻醉药，甚至它一样需要花费上百万的费用。接下来第三个，储存脐带血，你们听过吗？那储存脐带血呢，其实它必须要在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才能储存，那保存的时间甚至它有时间上的限制。再来，它是到美容院注册胎盘素，你们有听过？那到美容院注册胎盘素这个东西啊，个人不建议。为什么呢？虽然它可能便宜，不过它有风险，甚至说它非专业的人士。那再来呢？其实这个方式是不用钱的，就是你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来，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必须配合做到以上这三件事情，每天。11点之前上床睡觉，不可以玩手机。第二件事情，每天喝水超过2000cc以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每天运动超过30分钟。有没有人做到这件事情的？哇，我们给这些有举手一个热烈的掌声。看来呢，三种方式其实都是储存成干细胞，可能在座的各位比较有机会。不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最佳的黄金时间大概在25岁到35岁中间。基本上也是需要百万以上的费用，所以你会发现啊，以上这6种方式不是很贵，就是要飞到国外，甚至又浪费时间，甚至还有时间上的限制。那其实以上这6种方式，我们有没有一种方便又有效，一般人都消费得起的方式呢？其实有，就是拜托福胶囊高科技的诞生。第一种方式其实就跟储存脐带血一样，就是所谓的冻干保存技术。那储存脐带血是
在零下200度的环境储存2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不用储存这么久，我们在零下60度的环境呢，储存3到4年的时间，维持它的生物活性。而这个生物活性呢，其实就像厨房里面的红豆跟绿豆，它们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其实是活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你放一个湿的棉花放上去，过没几天它其实就发芽，其实就是它的生物活性。再来第二个技术叫做氮气活胶囊技术。而这个氮气活胶囊技术呢，一般我们在吃的胶囊是不是可以打开的，对吗？好，那这个可以打开，其实里面就会有氧气，以及可能会跑进去有细菌的东西进去，会造成里面的营养成分腐化，甚至会有一些细菌的产生，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营养成分让我们吸收。不过这个氮气活胶囊技术，它将这个胶囊完整的包覆，然后把氧气抽取出来，灌入氮气，保持里面的新鲜以及它的活性。再来第三个技术叫做长溶包衣技术。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经过的器官在哪里？会先经过胃，对吗？那胃的胃酸比别酸还要酸，你们知道吗？好，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东西放进去盐酸里面，会不会很快的溶解？那甚至如果假设我们的一个营养成分进到我们的胃里面，它比盐酸还要酸的话，其实更快速被溶解，那么小肠被吸收，可能只剩下20%到30%的吸收效果。而经过这个长溶包衣技术，外面多一个长溶包衣的涂层，让它经过胃的时候不让胃溶解，让小肠快速溶解被吸收，那可以增加3倍的吸收效果，也就是达到60%到80%的吸收效果。那其实这样子我们所吃进去的东西就有价值了。再来第四个技术叫做乳化技术。我们有没有听过老年人在吸收比较慢，年轻人在吸收比较快，有听过吗？那有听过的话，我们会知道，因为我们老年人长期的肠道堵塞闭锁，那通过乳化技术将这么大颗的营养成分，让它变成这么小的营养成分，小分子化、纳米化，经过我们的胆道乳糜纹，快速的被溶解吸收，可以达到更快速的吸收效果。再来第五个技术叫做生物活性胶囊技术。那生物活性胶囊技术，一般我们在吃的胶囊外围都是所谓的凝胶。
at this moment, the full promise of stem cell research remains unknown. It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But scientists believe these tiny cells may have the potential to help us understand and possibly cure some of our most devastating diseases and conditions. To regenerate the severed spinal cord and lift someone out of a wheelchair. To spur insulin production and spare a child from a lifetime of needs. To treat Parkinson's, cancer, heart disease, and others that affect millions of Americans and people who love them. 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有机会重新站起来，甚至帕金森症、癌症，甚至糖尿病的患者都有机会。那其实这样的机会到底有什么那个产品可以带给市场上产生呢？其实呢，就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营养补助品，就是我们的 Pretia。 那 Pretia 它是来自于纯净无污染的国家纽西兰。那纽西兰呢，蓝天绿地白云，它其实动物比人还要多，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的环境大于经济的一个国家。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相信，来自于纽西兰的产品其实是一个安全保证的一个品牌。那再来呢，就是本地的呢，它是为了增大。 好，那想不想在第二个？好，哇，好，一分一厘哈，我们来再来提出一个问题。这么好。
亲爱的，那我们还有今天啊新来的嘉宾，大家晚上好。第一次在这么大场的一个活动上台，我会用尽我的全力让我的脚不要发抖，不会紧张。好，那么今天非常荣幸呢，我们的太阳团队的荣誉飞马的领袖呢，邀请我来有这个机会让小弟上来分享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间公司。那在小弟分享之前呢，小弟先自我介绍一下。小弟来自台南，那我是历史在很长，好好注意听哦。太阳团队啊，传达康美部飞燕团队，小弟叫嘉伟，各位晚上好。那小弟简单的分享一下啊，为什么今天会穿西装呢？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啊，跟各位分享这个资讯的一个见证。那小弟本身啊，身体看起来健康，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边？基本上呢，我会穿上这个西装在这边讲这个见证啊，接触也是因为我的妈妈。好，那在讲我们见证之前，我想要借用各位的双手呢，帮我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就是刚刚我们讲是一个感恩的掌声，就是朱子乔同学。但是到最后呢，胰脏发炎。那胰脏发炎是什么？
就是反杀鱼池，后来反杀到最后变成什么？反结石。那这些反结石到最后呢，我这一年看，如果吃东西吃到怎样发烧，我还想给他说，那个人送去医院什么，去医院赚钱，肯定有保险，一般是当保险。他就去医院，就是顺便能够追杀了。就有趣这样子，那所以呢，一年之内去了十几次的医院，到最后其实后来是胆结石扩张不能痛，已经打麻醉了，到最后其实麻醉不能痛，怎样也是不能死的。到最后跟医师说，医师可不可以把我的胆切掉，对不对？所以我是用把什么切结石都切好。谢医师宣传了之后才怎样？通知家人说我们现在要开刀，但是胆切除之后不能要问题，这里有没有没胆的？很多人哦，没胆之后呢，消化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呢，只要吃错东西就要跑什么？跑厕所，到最后呢，真的是造成生活很大的地方去，但是呢。同样的，我吃了三个之后也是跑厕所，但是这是好的。结果呢，晚上呢，因为我脊椎退化，脊椎退化就是我的左脚是萎缩的，阿米那边哦。但是呢，吃了之后竟然晚上脚都抽痛，我的妈，这你能够体会？那当我们听到我们的肝细胞来自哪里？来自鹿，对不对？来自鹿，鹿是你的哪？刚刚打了嘛，结果鹿没有打到鼻血，是不是？我的鼻血变得很黏，所以只要有香水走过，我就知道；只要我这个人有糖尿病走过，我也就知道。我的鼻子现在变得很黏，但是呢，你想想看，一个有鼻窦炎开刀开过三次的本鼻的人啊，以前哈我吃香水都闻不到的，所以呢，我老婆很会用脚。换尿布会不会？各位女士会不会用脚换尿布？会吗？啊，我老婆特别会，她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但是我相处不大，我对我会不会造成伤害？不会的。所以，但是现在呢，我们摸到了皮之后呢，变成怎样？鼻子变得很皮，所以呢，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维那个我们的产业，是对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时候，然后我又接触到怎样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徐院长，第一次接到三位的时候，大家都想着怎样付款，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家公司怎么那么奇怪？大家都想着付款，后来才了解，我们公司有。
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从去年第一位就开始接触，然后了解到这个东西呢，我常讲一句话，这个东西呢，对于爬人在爬地，我都看出水，看过没有？大家有听过吧？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呢，对我的生活其实哦，有很多迹象，那我就比较准确了。但是呢，我从去年六月开始做的时候，一直到我的十一月，我就买了一部一直零零散散的车子的话，但是那部车子是蓝色的，结果我同学哦，就弄到说我开的是蓝宝机，蓝宝机好吗？结果因为我的比较小，是混搭的，所以我就是蓝底机，这样子好吗？也是近百万，那所以这个事业我觉得哎很可爱。这样子第一个晚上哦，因为我刚要做的时候，我后台工厂你知道什么人都给介绍，但是就是不给介绍的你啊，然后，那结果呢，只包得住我吗？包不住，那我们都在抖六嘛，那结果就深刻的到我岳父家说，跟我岳父讲说，听说明天在做看子，结果看我的看上的地方，哦，结果呢，有一次我岳父就当场直问我说，哎，我今天做广播啦，我广播，他一转看广播，广播那时候很去做广播当下。明白吗？好，这是我们的五个二十九秀，他也有跟嘛。他因为家人的关系哈，就因为得到解决。因为我记得他一点也对不对？结果他买了一种水果，高级的水果来送，很好吃的水果。哎，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说，红萝卜给我们上最大的好，所以比较好用。再来呢，我岳父跟我们说。听说你一个月30几万，对不对？我说你便宜我一套，我拿过30几万，我看看30几万，还有我，就是啊，这个东西很可爱啊，都是有时候一个晚上就怎样，这样子碰来碰去就20几个月，一二十万是正常的嘛。结果有一天我岳父他有闲闲无事说。你要不要再去找个工作来做？我说我一个晚上这样子一二十万，我还要找工作吗？大家听吗？不需要嘛，我们在地位就可以看给位，对不对？对，所以呢，大家不要像我五年前一样，好不好？我们的意思当时是说，人家三五年还在怎样，还在观望，对不对？但是他三五年已经怎样成果了，对不对？所以陈一章，大家有看过他影片吗？是不是现在已经成果了？对，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诀，大家都知道三杠曲线的东西，对不对？那三杠曲线的时候，最后大家的成果，对不对？那唐三藏取经，唐三藏成果是应该的嘛？那孙悟空也成果，这也是他会七十二变，他文武双全，成果也是理所当然，对不对？那我们的那个谁啊？沙悟净也是成果，也是成果，对不对？然后猪八戒有什么成果？大家知道吗？因为是他跟对团队，对不对？所以要不要跟着我们团队走？要不要？跟着我们太阳团队大家走，好吧？好，谢谢各位。
的下次的中。我眼睛不好，没有身体高阶。内房是对不对？心脏不好的是什么？对不对？对不对？心脏不好的是什么？对，所以我当下我从这里面是酵素啊、浓汤汁啊，还有一些不利性的东西。那你就说，面对市场竞争，你觉得会怎么样？好不好？觉得不好。而且传统产业来讲，会不会很辛苦？为什么呢？你要负担你的营运成本、人事费用，包括你的管销费用，还有你的行销，对不对？所以我进入到第二阶段，这种产品，各位听过刚才有位分享者的分享对吧？你这个产品好不好？好，对的。因为产品好，为什么呢？我是我太太进入这个产品，我受益，包括我也是一样。我太太在105进入这个产品，有点鸡血问题。实际上讲是说，鸡血问题，整个做上来讲，你做的不舒服，躺的不舒服，这个鸡血，你会导致。我们找很简单的，你的脊椎状况的坐着也酸痛，躺着也酸痛，是不是？你们找谁？找谁？找医生嘛，对不对？是不是？认同吗？那医生怎么说？开刀，很简单，开刀。那你现在开刀有没有风险？为什么？为什么风险？医生都帮多帮你说真的，医生我今天说没有风险，接下来。绝对会像切一切一次，对不对？分别是医生要帮你动刀、换子宫刀，更好，医生会叫你切什么？切结石，你切结石自己跟他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想说，整个手术的风险之下，那我想说，我不选择手术，我选择一些简单的方向来做复健，对不对？那复健其实啊，基本上来讲，他要两边做一次，我觉得。两边做的是，而且要从细胞到感染区，你今天上台来讲，是不是？是不是拍摄？对不对？我从吸引到台南，基本上最少要40分钟的时间。那我们有两个人讲80分钟，那整个过程中怎么样？怎么消耗？因为这个状况之下，那每天的流程，但是因为简单的我们的银行的产品，银行会买的分享，简单相信使用产品，接受产品分享的使用，接受产品。短短的3个礼拜就改善了他的身体，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没有在接触到这个固定八卦这个标的，这个产品很好。
到南部的时候，杨董事长坐着公车哦，来到南部的两年，跟大家分享。而这是一个，他也因为怎样简单的相信，也在怎样我们的瑞瑞分子八朋友大家长，你们大家长是谁？年纪大哥对不对？有在我们纪大哥哦，为我们团队杨负责很多的，是不是啊？
前半年两倍的业绩成长，是不是给我们立威台湾机会最热烈的掌声？所以今年我们台湾机会没有意外的话，基本上它绝对突破100亿。所以今天一个新的趋势，一个新的商机，不管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你认同也好，你不认同也好，它未来绝对会是每个家庭人手一瓶的产品。就举例智慧型手机来说好了，我想问一下你们，10年前每一个人都是拿智慧型手机吗？如果10年前那时候跟你讲说未来会有手机，你要不要网络功能、照相功能，什么功能都会有，你会相信吗？如果10年前跟你说接下来10年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低头族，走路都是头低低的，你会相信吗？你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没看到。但是趋势的商品怎么样？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几年过后全世界整个市场这样引爆。我为什么敢这样子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光台湾市场就好了。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觉得可能台湾开始了吗？台湾有多少人口？2300万人口，对吗？如果整个台湾我们只做1%的市场就好了，我们做多少万人口？23万人口，对吗？好了，如果我们规定这23万人2020年9月，衍生直播。
出现，顺序分析。